参加我们的 DJI Avatar 的体验会。它的亮度增高，内路可以到1080，这个叫做刹车键。等一下你们可以实际的去操作。你先调到你要的度数，相关位置你可以先感受一下。这边双击，它会启动电机，长按之后它会飞起来。降落的话，就把它切成 N 档，好好玩哦，好好玩哦。